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赞加关注。百货商场广播，亲爱的各位来宾朋友，您好，欢迎光临开心百货，与我们共度美好的一天。我们冬季的营业时间为上午8:30至晚上7点，夏季的营业时间为上午8点至晚上7:30。感谢广大顾客朋友对开心百货的支持与厚爱，我们全体员工极力为您营造一个良好的购物环境，让您踏着时尚的步伐，伴着优美的乐曲，体验购物的乐趣，感受我们真诚的服务。我们始终以优质的商品、实惠的价格和最佳的服务满足您的需求。开心百货全体员工，愿您满怀希望而来，满载喜悦而归。谢谢。